好朋友做什么事呢，或者是动作，你会特别嫌弃？吹彩虹屁。睡前有哪些步骤呢？把所有社交软件都刷一遍，然后睡觉。你生日会送我什么礼物？买你的 EP 送给你。经纪人逼你做过最多的一件事是什么？多发微博，还不要晒黑。对。你听过最深刻的土味情话？你是三，对，我是九，我除了你还是你。好的，请给我的颜值打几分？满分是多少？满分是一分，那就给你1.5分，好不好？哦，可以。请花式一下推销一下《春江花月夜》。《春江花月夜》是讲一个关于做梦的故事，有一个古代的一个背景，然后有两个进京赶考不同身份的人的这个背景，但是其实它的整个过程是一个非常完整的关于做梦、关于梦想、关于自己学业有成的这么一个过程。现在最缺什么呢？缺休息。我如果给你1000万在3天之内花完，你要做什么呢？买你的 EP 咯。全部吗？可以啊。还行吗？可以。请说出天秤座优缺点。优点是我们都很乐天派。 OK， 很 nice。 能跟很多大家成为很好的朋友。缺点就是特别犹豫不决。犹豫不决。选择恐惧症。选择 OK。 我觉得第一个问题是请给我的颜值打分。105分。那五分是哪里来的？那五分是你跟我之间的友谊。哦，友谊再多5分。 OK。 对。最怕粉丝公开场合喊什么话？不是怕他们喊什么，而是怕他们喊，因为有时候你会听到他们喊到喉咙都要破了，他们还要喊。哦，那其实不太好。能照顾。如果收到59秒的语音，内心的 OS 是什么？你是不会打电话说吗？如果忽然变成80岁的爷爷，最遗憾的事是什么？遗憾为什么时间过这么快？你觉得现在最缺什么？应该就是休息吧。至今为止自己最满意的作品是什么？我觉得都喜欢。生日会送我什么礼物？我生日我会送你你在玩的那个游戏里面的那个宝物。睡前有哪些步骤？我最近会关手机，因为我最近的睡眠品质不好。有任何震动或者是铃声的话，它会影响你的睡眠品质。明白。怎么称呼关系特别亲密的兄弟？我觉得叫名字。哎，叫名字。对啊，不然他叫他宝宝吗？乖乖。请花式推销《春江花月夜》。如果有我的黑粉想要来截取我很丑陋的那个画面，很搞笑的，就是去《春江花月夜》来截。